了，这就是新加坡的乌节路。这里是 ION， 那些全部名牌的包包都在这。这对面，这对面这里 ，Tiffany、Cartier、LV， 全部都在里面。你看，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到这，要进去的话，我要怎么进去呢？要想办法，因为它这个是给会员的，好像是。好吧，现在是排队进去吧。进来了，现在往楼上走。就现在排队要出去了哦，没有，要吃那个龙虾。我好久没来啊，都忘了怎么走。Oh, no, I'm the, my guy is doing the logistic delivery, sorry. Wow, 好多人啊，真的是好多人。本来要进来是要排队，好彩我们是在这边做工，还好。啊，他们怎么在这？Yeah, can you join with me? So all coming on the, 这个礼拜呀、啊、okay, where is the toilet? Yeah. 我们这边摆了一个摊，这边的，这边包装，送货的东西，我们这边，然后他们就是包装了，粘了一个纸在这，然后到时候就送去给客人。我们呢就是在这边哦，很像他们在对面那边排队买东西，那边还钱，还完了钱呢，他们会假如要送货去，不要自己提回家的话，想要送货服务的话，他们会过来这里，因为他们一买足够250块，送货是免费的，啊，他们就送货，他们想要送货的话就来这边找我们。然后这边找我们的话，会把那些他们的信息全部打进这电脑里面，打进了电脑里面呢，然后会印出一些纸，然后我们会粘在那些货上面，然后到时候再回仓库把那些货再交给那些送货员，然后他们全部都在这边，全部都是我们公司里面的人啊，就这边，然后打完了他们会跟他包装好好了。假如说是玻璃的话，会用那种有气泡的那些跟它包装起来，然后绑起来放在那边。现在也不是说很多人了，现在中午会比较多人，他们跟我讲，现在会慢慢的缓下来了。楼上呢是戏院，这边有一间海鲜捞，不是海底捞。好多人排队在还钱。肚子饿了，跑进来吃这个肉粉餐。看一下。很多酒。这些套餐，看看这些套餐。看要吃些什么。来了这个，叫了一个。水。其实呢，本来干女儿是跟我一起来的。现在 thank you， 反而变成我自己一个。
这个酱超好吃，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排队。啊，吃饱饱了，舒服。How many？136啊 still 136 just now you tell me 13 something right 123 126 only got 10 more only 这么多人在排队排不完了这个队